容易上手、效果奇佳的围铁钓法，显然具备了成为本区域最潮钓法的各项条件。对围铁钓法颇有心得，并且不遗余力推动这门新技术的新加坡开设钓具店负责人 Richard， 就像其他钓法的支持者一样，很想进一步发掘围铁钓的潜能，看看这钓法在世上其他地方是不是也那么管用，能不能钓得上战斗力更强的鲸鱼。Sudah lapar ya? Sudah. Richard 和邻近国家的钓具业者也有生意来往，其中一位住在印尼棉兰的生意伙伴 Chris 常听 Richard 说起围铁钓法，对这种在印尼还相当陌生的新玩意深感兴趣，就邀请 Richard 到他时常去钓鱼的尼亚斯岛试试围铁钓法在当地的可行性，也好借这个机会向 Richard 拜师学艺，将这门新钓法推广到印尼各地。Quero ver do tamanho.
尼雅斯岛位于苏门答腊北部的印度洋海域，是苏门答腊岸外最大的岛屿。2004年南亚大海啸曾遭受10公尺巨浪的冲击，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和财物损失，也从此改变了尼雅斯的海岸线面貌。今日的尼雅斯岛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冲浪天堂和度假胜地，游客可从棉兰乘搭印尼国内航班前往这美丽的海岛。尼雅斯岛浅水海域的珊瑚礁曾遭受炸鱼活动的严重破坏，虽然一行人还是成功用围铁钓获多种鱼类，却没有遇到据说常在这里出现的浅齿尾幼鱼。虽然围铁钓成绩平平，但对当地人来说，能够用尼饵钓到这些平时用真饵都钓不到的鱼，在他们的眼中简直是奇迹。这一点也更印证了围铁的神奇效果。Thank you.
Estoy mira de mula. Mama Sifi also said harder. 没想到在尼亚斯岛的最大收获并非围铁，而是轻型 popping 钓法。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围铁钓法，所以每天只抽出大约3个钟头的时间来 popping， 而每一次都能钓到5-6条体型不错的 GT。由于此行的重点是在围铁钓，所以选择小潮的日子前来。如果是在大潮期间，成绩应该会更好。Okay, this fish to the side, to this side. No, no, you catch up, dear buddy. Okay. Enak. Little mau, benar-benar mau. Gila dia ya. Enak. senyum ah. Bisa dah senyum. Finish him, man. Come.
Enjoy, enjoy, slowly. Yes. Gain. Come on. So good. A bit more. Now he's tired already.